逗三岁的周五放送，带你了解更加真实的加拿大。这个车有点猛啊。对呀、啊，那个没刹住，所以他特斯拉摆了一下手，不让我们走。Friday 5点到7点 ，Saturday 9点到1点。又是一个概率日赛。嗯。明天9点到1点，今天已经时间已经过了。嗯。大家好，我是豆三岁。昨天看到一家有 garage sale 的，今天我们就去逛一下。在加拿大，一到夏天，有都有什么娱乐活动呢？那当然是车库售卖，还有后院售卖了。到底什么鬼？就是一到夏天，每家每户都可以把自己家的小玩意儿、不用的东西拿出来卖。一般选择的地点都是车库里，咱今天就逛一下。这些玩意儿都很便宜的，一般都是几分钱几刀，这不就巧了呗。这个背里面今天有6家在售卖，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是比较少的。你看这老大也是多么的悠哉啊，他们就是玩儿。这都是装饰品吗？嗯，对，你摸一下。它是一个木质啊什么。可是咱真这也是。It's like a whole set. Yeah. Yeah. Come on, yeah, because there's the little cap. Wow. Okay. Put that on there with all the little guys. Wow. Yeah. And it's make it all. Oh, yeah. Yeah. That's how much?$2 Right? Oh yeah. 哇，这么多酒塞啊！嗯，它这是普那个酒架吗？嗯，这是一个酒架。嗯。打高尔夫的，这边打高尔夫便宜，所以说每家每户差不多都有。老大爷好心的说，这边有好几家都在售卖呢，你们可以去其他家里看看。来看看这家。这边卖的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家里的装饰品，啊。那家有玩具的。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大家一起摆的。这几家卖的东西还都不一样，各家装饰品为主啊。这是烛台吧？嗯。这个蛋是干嘛的呢？装饰吗？嗯。应该是装。这个也好看。这个。嗯，对。是吧？嗯。这两个。这两幅画挺漂亮的。为什么没买那两幅挂画呢？因为我家租的公寓，人家公寓规定墙上不能钉钉子，所以说只能买点摆件了。这一家，小孩产品，不是买小孩的，卖小孩产品的。这家小孩应该挺多的，他们的推车应该很便宜，我觉得，是专门卖小孩的东西，他家应该有挺多小孩的。他的那个推车都有三个，应该是个男孩，三个男孩。一看这，又是变形金刚，又是赛车的，吧？这个是宠物的吧？给小孩也可以玩啊。这家就是卖家具的比较多了。他们的主题都不一样，每家的他们的东西，主题东西都不一样。台灯、椅子、靠垫、皮箱，能发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是的。嗯。小孩的小衣服。他这家的定价很便宜。baby。嗯。也有 baby 的衣服。50分，他这个挂画，哦，还有衣服，嗯，要不要要一个？你选一个吧，好多呀。是多少钱？$3。这个胳膊腿都能动了。嗯。
这个眼睛还能睁开闭上，就它吧。Just give me two, it's good. Two? Yeah. Wow, thank you. Thank you. 他这个标的三刀，人家说两刀。这些车库售卖也不是那么容易办的，因为每个都要贴上价格标签。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都要分类。像这些盒子挺杂乱的，其实都是餐具，每个上面都有价格的。厨具里面的东西。这是崩爆米花的吗？还是崩啥的？不知道。烧烤。饺的是吗？是。哎，可以烧烤吗？就挂上。哦，烤鸭。烤鸭有点大。转。有点小。三刀。嗯，这个才五刀呢。才五刀，我的天哪！这有点像国际象棋的里面的，嗯，这也挺便宜的，两刀，嗯。Hey,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good day. Have a good day. 买了一个方照片的，只要10分钱。他们这种摆，这东西都是玩的，嗯，对，很佛系玩的。你看这家，就不这几件东西。聊个天，晒太阳。你看他这打包的都特别好，嗯，窗帘，你看那窗帘才四刀，还有多宽的，啊，他们那个很仔细，就是写的那种尺寸，嗯，不是直接摆出来就卖的。Hi, 这是小夜灯啊。哦，他加了更多的这种啊！嗯，可以看看。我天！然后这有个小夜灯，嗯，就是，可是好像咱们没有用小夜灯的习惯。没有，有灯睡不着。哦，他加更多。可以啊，你看看吧，我拿着。这个家里有这么多这玩意儿，真的是厉害了。挑几个，在一个被里面有六七家都在搞这个 garage sale 的，太少了。我感觉很像村里面老张头给老李头说，我家这周卖东西，你家这周卖不卖啊？那你家搞，我家也搞一下呗。那问问老王头一起搞呗。就这样几家就一起了。搞这个真不是为了赚钱，主要就是娱乐。你们看看他们的东西都不是太多，最关键的这个还有惊喜哦。人家直接跟我们说，我们家里就这玩意儿比较多，要是喜欢直接拿着走吧，免费送我们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照片是不是得比他大还是怎么。他直接说是免费的，他加了好多这些摆照片的框了，我们就拿了4个吧。嗯，